要来请教两位前辈主持人，有什么主持的小撇步吗？嗯嗯。我先吗？一样是之前的先。我怕你等一下没有办法，你等一下没有机会，把这个带回家做纪念。你让我先不得了了，我也讲到结束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啦，因为我们可能常主持一些活动啊、产品的、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访问歌手。我觉得最主要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做足准备，做好功课，因为这样你才知道你要跟他聊什么，要访什么，你要介绍什么。那像我自己的话，我会习惯自己写手卡，因为你在写的时候，其实你大概有一些你就可以。背起来，对，这说真的哈、喔，那个公关公司帮我们准备手卡哦、喔，奇怪怎么看都看不懂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字太小了吗？那字小也是个问题，还有因为不是自己写的，而且因为他们有一些比较像是给记者看的书面的稿，所以其实有些其实不是那么的口语，没那么口语化。你讲对，就是要透过自己写的过程当中呢，好像就印上一层记忆。对，他们有时候帮我们写的也是那个格式跟我们自己写的是一样，可是因为他用打字出来的，跟自己用手写的没有情感，没有情感，不一样。连手稿也好。情感要啊！我还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做记号。有对做记号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基本的啦，就是最基本自己一定要做好准备的功课。对，第二项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呢拿捏玩笑的尺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很难，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是出席的艺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些都还好。你要怎么去跟大家开玩笑可以。可是今天你是主持人，你就是要掌握好全场的那个气氛、那个氛围。你不行，整个人在你然后就。然后慌掉了，来宾可能也傻眼这样。对。这有点。以前我们最常讲一个笑话，但是呢，有人可以，有人会生气。对。比方说，因为四个档九个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这个。有这件事吗？有，但有些人很介意。然后我们常常会说，当哎，人家把爱情留在爱情海，偏偏你把爱情留给地中海。那你有遇过真的有当了生气的吗？大多数都会笑，都笑得很开心。可是有的当了，也许他公司当年业绩不好，心情就在不好了。他心情不好还办尾牙，还要再多花一次钱，他可能他脸会臭，但他也不自己会怎样。还是要看好那个状况啦。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很重要，就是要把自己放最后面。因为我曾经听也是艺人朋友跟我说，他就说他常常出席一些活动，然后都觉得那些主持人到底是来干嘛的。因为比如说那个主持人介绍他出场，然后台下就很多人尖叫说好漂亮好漂亮，今天怎么那么可爱。然后那主持人看到他出来就说，为什么他出来你们会这样为他欢呼，我出来你们都不会。就是记者会又不是为你办的，是为了那个艺人办的。对，但其实真的很多，我觉得很多主持人应该会说再叫大声一点，这样才对吧。然后会说你今天真的很好看。除非有一种例外，有一种是主持人本身比那个来宾实在红太多了。没有，有你常常会啊，有啦，但是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后面。我常常主持校园演唱哦，结束以后我就跟助理分享，很少有一场活动哦，就是哦那个没有一个，就是你因为现在校园演唱的卡司有的时候很怪，你知道吗？常常哦，你说郭靖来当然比较新的歌手，超级大咖，没关系啦。可是常常会八个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哦，就八个你都每个人一定要 Google 一次才会知道他是谁，因为。就是很多，就是现在很多人一首歌啊，或者是数位的啊，他们就这样子就已经在出道了。所以你都觉得自己比他们还要红？不是觉得，那是真的啦。没有了，但是你也不会把自己放在他前面。当然啦，因为对啊，我们拿人家钱就是要做好事嘛。就是不是要做好事啊？把人家我们拿这份钱的职责就是要烘托他们嘛。哦，是这样。所以你都要把自己放在最后面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啊。这是一个很很谦虚的一个因为毕竟你这样访问的那个是主角，我又不是主角，那位才是主角。没错没错。